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侯霸天。大家有收看我们第一系列的《强盗新郎》吗？如果还没有收看的朋友，赶快去看哦。接下来的现实同居侯霸天即将进入第二系列《灰姑娘》。我们的灰姑娘是个男生，叫做灰姑狼。他是一个有礼貌又温柔的男孩，他平常喜欢编织跟做家事。这另外一个房客叫做夏尼，他有一点点的中二病，喜欢用逃家跟叛逆的外表来掩盖自己想被关怀的内心。灰姑狼跟夏尼入住宿舍之后，究竟发生了什么意想不到的故事？宿舍里面的客厅为什么出现了一个莫名其妙不明的脚印？然而灰姑狼为什么突然又被绳子绑了起来？除此之外，我跟波尔两个的关系似乎又有突破性的进展。大家记得准时收看《现实同居侯霸天》，我们下次见喽。